沙茶炙烧鱿鱼烤饭团，选用台湾船队捕捞的阿根廷鱿鱼，刷上特制酱料烤制，加上烤饭团，香气四溢。还有这款姜丝鲈鱼汤，使用在地优质的国产金目鲈鱼，搭配姜丝豆腐，营养满分。这两道是渔业署与超商合作，找来名厨设计而成的复热即食餐点，在超商通路贩售，让民众在居家邻近的地点就能吃得到国产美味。好，就是我们这个阿根廷鱿鱼呢，就是用这个沙茶的这个蒜蓉酱下去秘制的烧烤，就像刚才刷出来，所以我的饭团呢上面还会有个秘制酱，刷上去之后再去烤，烤完之后它里面就会产生那种上面会产生那种锅巴的感觉。这个在技术上其实非常的难，工序非常的多。对，我们克服了，我们把它做出来。对，我们现在这个全台 Seven 都有贩售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吃到如此美味的鲈鱼汤。吃鲈鱼汤啊，有豆腐跟很多鲈鱼肉，吃起来真的很香，满满的新鲜的味道啊，又有补的感觉，对，因为最近比较稀。还是要跟主持人还有两位报告一下，真的不错吃鲈鱼。锅巴的味道，还有在里面的沙茶鱿鱼，真的是很对味。谢谢两位主持这边的一个开怀，谢谢。渔业署顺应消费者追求快速与创新的饮食习惯，辅导相关产业及加工业者持续开发多元化的国产水产商品，为大家增添日常美味。那今年我们在跟广商的合作，推出的沙茶盐烧烤鱿鱼饭团，我们跟民族吴秉承合作，应用我们遗传在西南大西洋捕捞的鱿鱼，带回来新鲜的鱿鱼，那搭配中秋节应景烧烤美味，来制作这个饭团产品，另外，跟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，那来合作，来创造一个熏宴姜丝鲈鱼汤。这个鲈鱼是应用我们自己养殖的金目鲈鱼，这目前正在盛产，那来创造这两个产品，推荐给全国消费大众，欢迎消费大众到 Seven 来享用这两个产品。当然 Seven 一定会推出很多的优惠的措施来推展这两个产品。那椰鼠为了因应整个消费形态的改变，为了提升我们国产的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多年以来都辅导产业团体、加工通路业者，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，让消费大众能方便买、轻松煮、及时吃，来消费我们国产的优质水产品。那在方便买里面我们在实体通路上，跟统一超商合作，来推广。当然，我们各渔业团体也有实体店面，可以来消费，来就近购买。那在线上网络通路的话，渔业署也开发了买一器先一购的网络网购，可以欢迎社会大众可以上网去采购。那我们各个渔会，就包括全国渔会、各区渔会都有渔业网络官网，可以销售在地所生产的水产品。那轻松组呢，我们为了符合现代社会需求，除了全鱼产品以外，我们进一步的辅导开发如鱼片、鱼排、鱼肉、水饺等很方便料理的水产品，提供给社会大众，轻松带回家就可以做料理了，减少一些厨余的方式。那即时吃我们也开发一些老少咸宜、即开即食，如鱼鳞萃取冻饮、罐头、饼干、零食、鱼精、料理包、加热即食食品等等的，我们推动这三个，让消费大众能很方便的去买，轻松的回家煮，随时买、随时可以吃的即食产品，那在这边很感谢各位贵宾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新产品的记者会，更加感谢统一超商能跟渔业署合作，持续来推展
我们国产的水产品，好、啊、让消费大众能很方便的到各个通路上啊，各个门市店买到啊各种水产品啊，在这边也是啊，中秋节快到了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渔业署期望通过丰富国产水产品的市场，让大家在日常中享用到多样化、高品质与值得信赖的国产水产品，进而强化国产水产的市场竞争力，提升产业韧性。记者翁俊台北报道。